西班牙菜的餸好吃啊，真係，我覺得西班牙菜。西班牙是一個非常之好的國家，同埋佢哋食得很健康嘅，佢哋咧食好多番茄。呢個麵包烘到硬硬地啦，誒，搽啲番茄，攞一個蒜頭。系，嗯，喺度捽捽捽捽捽捽番茄捽捽，个番茄切一半，跟住咁样折，系啊，我就你嘅先生系卡塔兰人嘅，因为卡塔兰卡塔兰系啊，因为我先生嘅妈妈系卡塔兰，系啦，你呢个你我一讲系知道，一定西班牙，其实系卡塔兰喺北部，诶，以巴塞隆纳，巴塞隆纳对上。嗰度地方係輸呢個係出搞獨立運動啊，唔係咩？搞運動，因為加德蘭人覺得自己唔係西班牙人，係咯係咯，高貴啲覺得高你一等嘅。咁一路都想獨立，咁所以成日有好多 fight 咁樣。咁但係即係加德蘭嘅人咧，咁有時就算你唔知對方係唔係咧，佢哋話你聽佢講嘢啊，嗰啲態度啊，用你嘅。即係好似我哋聽北方人講北方話，我聽得到嘅東北人。即係佢哋揾錢又多啊，咁即係會覺得啊，佢哋好似揾錢嘅能力就分擔咗。揾錢揾得咁多，你仲會交咁多税喎？養其他嗰啲區啊。係啊。好啦，所以向北咧有個地方叫 Bus。Bus。要仲要獨立啊！更要獨立啦！呢啲更加優秀啦。係咯。咁南啲嘢好食咧，巴斯啲嘢好食，好食好食嗰啲。南方人同北方人嘅分別咧，就係、是、話，如果換電燈嘅話咧，你唔好喐，換電燈嘅話咧，電燈膽嘅話咧，因為南方人好勤力，但係蠢啲噶。哦，北方人咧就比較唔勤力，聰明啲。咁係講。你不如你我俾你騎上去，我去換啦。咁你喺下低，我去上高啦。咁南方人好，騎上去，喺度換嘅，騎到上去，同嗰個南方人話轉身，我佢自己手都唔喐添，打轉轉，呢個講笑嘅啫，呢個講笑嘅啫，笑話，笑話，係啊。笑話，因為螺絲嘅發明咗冇幾耐嘅，真係唔喐要你轉我嘅身。但係就係鬧南方人咯，係比較即係單純啲咯，單純人啲，單純啲係南部度度都係咁樣，全世界都係咁樣，北方人、南方人嘅分別都係咁樣，係南方人識食啲，南方人識食啲，識食啲，多啲嘢識食啊，識南方人，但係南方富庶啦嘛。一定富庶過北方啊嘛，南方人嘅魚啊、海產啊，一定叻過你嘅，所以幸福咧係南方人幸福，北方人唔幸福。所以幸福嘅人都蠢啲，蠢啲，你應該調翻轉，調翻轉，蠢啲嘅人咧就覺得自己幸福啲，都係啊，啱嘅，你幸福啲，係我哋反對幸福嘅蠢啲人，蠢人。就係一個蠢人咧，幸福蠢人幸福啲，蠢人幸福，蠢人容易會做好幸福。我先生寫俾我一幅對聯，就係話：你嘅師傅，師傅，呢句係咁樣噶，八上等緣。你點你都會諗啲好啲嘅，係啊，諗自己有希望啊，係嘛？即係外國人就 think big， 即係外國人 think big， 係啊。神經 think big 唔啱嘅，唔緊要。Think great, dream big， 跟住咧，再落去咧就結中等緣啦，系咯，就係結中等緣，享下等福，系啊，呢個係第一句，第一句，第二句就係摘高處立，你愛企嘅話啦，你愛企高啲，咁樣睇。哦，站高處嗱，站高處，哦，即係企咗高啲嘅，就停住咯，坐，係，翻翻我哋幾個你睇幾好，係啊，唔好特困大客，特別坐得高高在上，你就唔舒服㗎啦嚇，學立歸群你就唔舒服㗎，因為人就最緊要呢，唔好嚇，係啦，向寬處行，揀條闊啲嘅路，呢啲老人家教訓係好入腦嘅，係好有用，好有用。不過你慢慢老咗咧，你都慢慢會係咁嘅人嚇。慢慢你老咗，你都會係唔好。老咗會聰明啲，會
老咗蠢唔得，老咗系你都会会聪明咗嘅。老咗蠢好啊，老蠢唔谂咁多嘢仲好啊。唔系啊，你烦人哋啊，但系老咗你蠢，你烦旁边嘅人啊。但是又開心啲喎，唔好諗咁多嘢，你哋啲得跟啲人諗啦。旁邊啲人，旁邊啲人事噶啦嘛，我自己開心。咁係，但係真係煩死噶嘛，你咪蠢嗰啲煩旁邊嘅人啊！煩人哋啦，唔好煩自己啊！台灣有個兩個總統，捉咗犯法，一個叫做陳水扁，一個叫做馬英九，兩個讀書都一流，嚇，兩個都咁嘅，係啊，都咁。啊、所以你話讀書叻嘅人咪大佬嚇，殃國害民嗰啲讀書好嘅人。